我只是想要来到这么黑底看的新的身份证，要忝无？我只是想要看清楚，确定代志已经不行。这几天吼，拢无休困，身体敢袂堪袂？敢想要去病院看卖者？爸，我真好啦，你免替我烦恼。那你我会紧出门。放心，宝宝真好。 你坐一下，我替你泡一下乌咖啡，花草茶。爸，你别麻烦啦，你先唔通袂记啊，这是我的地盘。啊，你即马大心大命的，现在较注意的，是讲你有限代志，真是无必要大家知影。为着保护宝宝，我想我暂时都卖讲话。 安尼嘛好啦，改变陈龙俊吼，甲你哥哥住。所以爸，这个秘密暂时间咱两个知影就好啊。阿姐啊，阿嫂的平甲亲戚拢搬出去，就剩你一个咧。咁所以我搬过来，甲爸斗阵住。爸，我本来才想讲，要问你是不是愿意搬过来跟我做一段。 想袂到你就先开嘴啊！我当然愿意。爸，咱过去相处的时间真正足足足的，而且嘛浪费五年时间啊！我想要做一届全部弥补回来。妈，重新做一份报表给我。 你大主大义，但我手机啊内资料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自己甲你手机啊内面甲林子彤有关系个人资料，阁迄张相片删除，可比你毋知影去互相讲。我敢是虚张人？妈，我原本嘛认为你毋是虚张人，啊，毋过自从你偷偷调查自从了，我已经对你无信心啊。所以林子彤就敲电话甲你斗，你就结束出差，提早转来，连车票后壁活动你嘛跳过人过啊？ 啊，两爸爸嘛有芳啊！种甲一个人才特地毁掉的夭寿台，根本就无需要任何上来教导。我调查林子彤，我是惊你的形存。迄张相片，我根本无法任何人看。我哪会知影迄天食饭的时阵，会无细去互看到？好啊，那恁我问你，迄碗动物面就是众人娱乐的好产品，恁会当因为着家己的私心，就甲你学堂对毋正好无占声，当众人面头前搭自同啊？ 这件代志我已经解释真侪摆啊，我只是公事公办尔。安尼多好，通知信这 case 是我提案的，我想袂到董事长你会这么无满意，所以为着要对这个事情负责，我马上就递辞呈。你讲啥？你要死掉国际喜悦总经理这个位置？ 因为你当处长，你会敢来？我刚叫部门的一个助理来递辞呈。那恁什么？同志心已经不够被直接解约啊！安尼代表我这总经理无符合当处长你的期待，我无辞职，敢那无道理呢？你要为着林子彤做出这样臭怪决定性，这就叫做相形下效。妈，你这当处长，拢咱为着家己的私心无够公信力啊！那恁我这总经理安尼决定。 嘛是多好呢！哎，阿丁，你母阿囝，我甲大声，啊，我甲厝边都要兴起啊！客伯，将军为着林子彤解约的代志，要甲国际协会总经理这个位置撕掉。子彤要解约是妈你逼的。哎，将军啊，哦，你袂当哦，甲你妈讲话安尼大细声哦。
讲实的啊，对我们妈大细声，是我不应该。啊，不过这届，真正是我妈做唔对。我承认，我和林子彤歹看，让伊无爽快，这是我的性哦。也不过我无后悔，我调查伊，而且我嘛无认为，迄天我投反对票，我有啥物做唔对。既然你拢无唔对，那你嘛无话通讲啊。明仔就等你收我的辞呈。哎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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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阿公，哦，恁母阿囝哦，个人有个人的立场哦，啊，什么代志哦，拢无要商量啦，无安尼啦，你就和将军、甲子彤哦，啊去做这个私调，和素丽来讲话，安尼就上公平啊嘛。哦，客伯，国际喜悦哦，那是甲同知性哦，会合作，会当继续。安尼你才会当啊，甲日月星饭店合作嘛。那你客伯，你感觉安怎做，才会当大家无话通讲？哎，就安尼啦，500分的市调，安尼一个礼拜。你看啥款？一千分，三工来做完。一千分，市调爱三工来做完。妈，你明知影子彤即马无偌济员工，你安尼无信心，安尼有准拄煞，你嘛莫阁讲辞职的代志啊。我当然无信心，啊，不过达标门槛的，是毋是只要市调满意度到80%，你就别阁。95%以上。爱超过95%，那无我是无可能接受的。哇，你真正足够敢徛空呢？一般来讲，只要市调满意度到95%以上，已经是我的底线。你若是做袂到，而且你坚持要辞职，那你阿公伫遮，你当面解释，我是无可能受理的。好，你就等你看结果。阿公。今仔多谢你出面主持公道啦，啊，不过伫个通知信通过进前，我要申请暂时停止我总经理的职务，较免到时有人搁要找借口，讲我求援兼裁判，后果通知信。你这么超工要跟我作对就是啊！阿公，妈，我先来走。子欣，干嘛那麻烦姐替我做一个问卷调查？好。人讲手骨是骨里无骨出的，想袂到你这青埔组未敢换人斗相共，甚至阁予因起死回生的机会。你是袂记林子恒今麦刚上来下做事？啊对吼，啊阁有万金玉这小阿姨伫中央咧塞人，我想无咧，平平拢是查某孙。啊，是安怎你甲恁妈搭袂过这小阿姨啊？我这小阿姨吼，平常是讲话有够来的，啊，不过伫咧阿祖的面头前，讲话就变到足甜的。迄天阮妈哦，唔知影是安怎，对阮阿妈讲话足无客气的，阿祖就气到吼，连看都无爱看我一眼。即马啥物人拢知影，阿公的事业上需要我靠就协助啊，啊，恁妈嘛是咧白目。哎、欸，你是要怎啊？我哪有可能看林子彤在我的面头前笑到最后啦？我当然是要去闹到伊唔敢再出现啦。多谢您。哎、欸，恁两个啊，搁要乱弄？哎、欸，阮武山是恁的大客户呢，知影恁伫遮做市调，当然咱会顺顺看看的。顶个你的面膜是扑克味，啊，这个又搁想要出什么塞味啊？我讲你不是在乱的哦。大姐，你不是希望阮改进？这个金玉姐有做一寡调整。这个新的香氛叫做静，你应该品看卖。静玉姐，
你安尼叫阮小阿姨吼，根本就是想要跟我拼嘛。是的啦，是我讲唔对话啊。啊，不过这届金玉小姐真正是足用心的。哦，安尼意思就是讲吼，顶届无用心啦，顶届就是凊彩摕一寡布纹色来跟我应付嘛。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啊啦，你的意思我真清楚啦。你今麦吼就是想要摕阮小阿姨跟我压落底嘛。你这个过气王吼，想要养家赚红杯哦，你吃看卖啊你。喂，怎么叫啦？吴英啊，你真是！你今麦想哪？想要悄悄搞阮宝吧？你两真正有超过的。阿叔，我知了，你就报警啊！快起来，你的正手还袂好完全啊！安尼我就知影要攻去倒位啊！吴英，你到底要逼我逼到什么程度？要甲你逼到唔敢出来在我面头前啦！安怎？你要甲我拍死？救人哦！我们要拍人哦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吴英，你卖想超过哦！想超过人是你？你是袂记你之前是安怎凌迟我个开放的心？你竟然搁有遐面，在我面头前你踅来踅去，你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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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英啊，你真正死死啊！喂喂！廖凯宏，你乃是正人有才调，你要再开会时阵拍败我，莫直接乱。我让你叫做乱啦，我这给你看的，什么叫做乱啦？啊，你这叫做乱啦！喂，廖凯宏，你懂不懂武山集团的威重？对人家部落好吗？还有出凶哦！啊？你讲啥？部落陷害下游的出凶？你给我听清楚，恁两个是我拍成的不良出凶啦！即马搁敢冒用日月星饭店的名，我这个做副总，敢唔免跳出来阻止？我无，我俩安尼就是经过高层同意的，你是凭什么阻止？啊，讲到这点，我来替恁新闻秘书与蒋先生打破啊！你竟然去做火山孝子，我竟然为了你，我骄傲！既然你已经达成目的啊，敢会当离开啊？英，呀！林子彤，你是歹命是无？放手啊，还阁有几多张呢？林子彤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呢！你先听我讲，这个问卷，咱会一张一张拢甲捡倒转来。无够的，我一定替你想办法。